真的非常的兴奋，很开心，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，尤其是我们中年兄弟的李氏朋友，感谢你，谢谢。那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楚云诺一起，非常的开心哦。我们其实今天除了在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朋友，我们还有在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哦，线上的朋友也大家好哦，希望可以帮我们就是多多的就是拍手按赞好不好？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哥哥姐姐们好久不见，大家都好吗？好吗？我觉得真的是十年前我看阿庄大哥到现在还是好好的，很好。什么？够快一点哈，是你黑还是我黑啊？哎，很难讲的人生，所以大家好好的最重要哈。在这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希望大家做什么事情平安最重要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首歌曲。很久没有站在我们歌台的舞台上面，然后我也很久没有要担心掉下舞台，也很久没有担心怕走光。那今天感觉上又有这些考虑哈，有点紧张。那先来安排第二首歌，我很久没有唱福建歌了，但是今天可以安排给大家，我们就尽量的安排。来到我们歌台的舞台上，向来这首歌曲送给你，一首江蕙的一首《古酒养你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
有没有感受到没有 aircon 的日子？你们也是对不对？很久没有出来要吹风了啊、哦！但是有一点那个自然风也是不错的啊、哦！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多多的出来看歌台。很快的，其实我们今年的七月很快来临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七月的时候 ，July 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是农历七月了哈、哦。今年特别的快，那我们也是要在我们很多的歌台可以看到很多的哥哥姐姐。好，那还有一首福建歌曲，好久没唱福建歌了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换回华语歌，这首歌曲也是比较动感的一首歌，送给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哥哥姐姐们。再来这首《爱的触电》，送给你。好的，有带 fan 哦，可以。掌声欢迎我们的浩浩还有佩芬。